于天，李亚平爱女于怨气，去年八月不敌病魔辞世，让夫妻俩伤心欲绝，至今都无法走出来。李亚平此后几乎没有公开露面，据悉已经暴瘦许多。近日两人现身2023真爱秀蓝宝石大歌厅，同时也曝光于祥全女友柔柔怀孕的好消息，让夫妻俩在这八个月来的悲伤情绪中总算有了值得高兴的事情。根据 ET Today 报道，于天透露两个月前于祥全突然告知他们柔柔好像怀孕了，两人打算结婚。我说那现在先不要讲，等三个月之后再公布。李亚平认为现在于祥全的个性比较稳重，也有责任感。我这儿子认识柔柔之后个性改得蛮多的，对于两人喜讯也是乐见其成，也觉得宝宝是男生女生都不重要，只要健康平安就好。但也透露医生算宝宝的预产期和于怨起大女儿小乐乐同样都是11月24日，让他们觉得被这个巧合给惊喜到。那天他们去我女儿那个基隆的常住的家，回来之后就怀孕了。我在想如果生下来是女的，搞不好跟我的琪琪长得一模一样。不过于天对孩子是不是于怨起来投胎觉得不需要去想太多，人走了就是走了。提到于怨气，仍是两人心中的最痛，在舞台上提到时更是哭成一团。李亚平说自己已经好一阵子没有出门，还秀出手上白皙到近乎苍白的手臂。他强忍悲伤说，母亲节快要到了，想到外孙女在学校收到康乃馨，有妈妈的都是红色的，没有妈妈的会发白色，当时生怕老师会不会给他一朵白色的，后来还好他们老师是叫他们回家画。最后悲从中来的喊，我走了这个女儿等于出国到天国。但是他得到很多很多朋友的鼓励跟集气，而且我觉得我这个女儿她的勇敢跟坚强，我相信她爸爸跟我都做不到。她接受了70几次的化疗，接受4次到5次的10几个小时大手术，但是她还是变成天使走了，要跟大家跟我的女儿。她是两个小孩的妈，希望她在上面母亲节也快乐。女儿啊，母亲节快乐。于天听完忍不住又红了眼眶，跟李亚平说，你不要老是谈这个，在家里就好，人走了就是这样。李亚平当场又落泪，可是他的一颦一笑，于天立刻说，你不能这样想，你这样害得大家全家都伤心，怎么做事情啊。李亚平反驳，你男人坚强。于天则哭回，什么坚强，再怎么坚强是自己的女儿，再怎么坚强也没办法，谁舍得。也显现出两人至今仍深陷哀伤中，令人相当心疼。